五十二节习题第十七题哈，好 ，evader 哈，这个东西要算这个东西，好，那 f 长得什么样子 ？f 是分段函数，哈，小 a 等于一呢，它是三 s 平方，大一呢是二 s 减三，好，二减三，好，所以这个呢哈是分段函数，分两段，好，分两段是负二到一，好，然后呢，好，然后一到五。负二到一，然后一到这分两段来做，好，这种题目呢蛮有意思的哈。我们看它的 solution， 要给它分两段，啊，它是分段函数，啊，所以第一段呢是负二到一，啊，过来呢是一到五，你要会分。那负二到一的时候，啊，负二到一的时候，函数呢是三 s 平方，啊，负二到一是三 s 平方，这三 s 平方，过来一到五，你一大的时候，函数呢是二 s 减三，是二 s 减三。哦，就是考你这个关联而已。好，考你这个关联而已。好，那第一个机会呢是啊 x 三次方啊，那是负二到一。过来第二个机会呢啊，第二个机会呢啊，第二个机会呢是第二个机会呢是二 x 的机会是 x 平方 ，x 平方减掉三 x 啊，带上下限啊，一到五带上限，减掉带下限啊。所以第一个呢是 x 三次方啊 ，x 三次方带上下限。第二个呢是 x 平方。减掉 3s 带上下限，好，上下限不要搞错了，一个是负二到一，一个是一到五，好，那 s 三次方带上限是一，减掉带下限是负八，减掉负八是加八，好，过来，好 ，s 平方五的平方是二十五，扣掉，好，啊，二十五，好，二十五再减掉十五，二十五再减掉十五，带上限，减掉带下限是一减三。啊，简单代下限是一减三，好，那么整理一下哈，那个字是蛮简单的，一加八是九，好，二十五扣掉数是十，十九，十九呢再扣掉二，好，再加二，好是二十一，好是减掉负三是再加二，好再加二是二十一，好，这简单的心算要会，好，那最后写个答案，啊，这个定积分呢会等于二十一，好，二十一，好，这个、不能讲面积或是干什么哈，你要看这分段函数，好，正的话可以讲面积哈，在这里呢哈 ，x 是哦，永远是正的，可以讲面积哈，那没有把握就不要讲哈，没有把握就不要讲，好，这是五十二节的习题第十七题。